消防犬。哦，我觉得消防犬真的非常有挑战性哎，所以说如果学弟妹啊想要学习消防的曲子，都欢迎来找我们的哲平社长哦。那现在请他来说一下，对交大钢琴社有没有什么样的憧憬？就我希望交大钢琴社它是一个甜蜜的大家庭，不管你会弹钢琴、不会弹钢琴、会看谱、不会弹钢琴、会看谱、不会看谱、会弹钢琴，你都可以来。然后来就不是一直弹钢琴这样子，因为就是。不管你只要是喜欢音乐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唱歌啊，比如说半夜两点你就会听到我们在那边鬼吼鬼叫，对，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有趣的活动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钢琴社当做一个家，而不是单纯一个练琴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就谢谢交大社长的表演。